好，谢谢主席，请一下部长。是，请施部长。施委你好。好，部长你好。你刚才回答我们委员的说法是希望纳入所谓的公预算，这样来的比较贴切，比较合时宜。长期来看应该这样做才对啊。那我先问你一下，那之前的8年800亿的预算增加到1100多亿，你觉得治水有没有成效？我们觉得这7年来，应该第8年是明年了哈，绝对还不够，有相当程度的成效，但是还是相当程度还是不够，还是不够，不是还是不够，也是绝对还不够，还是不够不够。我唔知影水利署，因有甲你做详细报告无？去到地方，第一项就是啥？大概就是甲水利署讨钱，大概就是海产，大概就是讲对一家做无好，对一家爱做，然后统一的口径说是什么？因为这笔经费太大，所以我们先做小的啊，大的慢慢再来处理。所以你认为纳入公部门以后，会真的比较比特别预算还来得好吗？比较好处理吗？跟委员报告一下，因为目前这个特别条例啊，是以现管的河川跟这一个区域排水为主，这委员也知道嘛。对，这个治水是有连贯性的，包含区域排水、地下水，甚至农田水利会，好、哦、灌排两用的，或是灌溉单用的，甚至以纳入大溪以后，这东西。哎，这位出力耶，但是甘能够下游为主。你的报告里面你说这个应该地方也要负起责任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根据地方自治法里面有分工。是，我拢知啊，但是无钱要哪做？我知，这是基本的问题。对啊，这基本问题嘛。屏东县政府今年编了治水预算，编了3.5亿，我们中央水利署给我们屏东县政府的应急工程8500万。你敢知啊？我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就好。我想苏定来，苏定你话做起来一个来。平常心讲，苏长介关心着全国的这个治水，对屏东嘛足关心。干那一个东港溪，东港溪的一个下埔里、下埔里，伊干那一个治水大白鸟，一个大白鸟干那建位建下落雨，下埔拢积水，干那一个大白井底爱溢外。屏东县政府要哪负担？百姓出来去甲县政府讲，县政府害到，真正无法度，遮大条的经费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，其实我们一直讲，我们不是在开玩笑，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这个所谓的特别条例，就是希望我们用特别的预算把它用住，让这个整个治水不会受其他排挤来走。这是用心良苦的，但是部长，你今日你回答，像各位委员讲的，你回答媒体，你的意思讲会纳入所谓的正常的预算。其实我不是反对纳入正常预算，我也希望说除了纳入正常预算以外，干不能再给，难道不能再多的所谓的这个特别预算来抵罪，给他较多钱来做？不过我跟我们报告讲，特别预算总是有他那个，我知道啊，但是今天我们讲治水是现在是当务之急，一个莫拉克台风，你敢不知道这些隔壁两个关系偌大的损失，干啊农民，干啊农业的损失得损失160几亿啦。如果当初可以及早，可以当初可以好好的来做整治，大家底下在探钱，为着啥？该省先花，累积财富嘛，对不对？你我都不例外嘛。我跟委员报告哈，对不对？这几年咱在那个莫拉克特别条例嘛，是，所以而且南部供水的今天哦，部长山头弄五嘛对吧？我们希望的是什么？其实我讲过啊，水利署因真正面临着台湾的大客也好，中央管河川，地方管河川也好。为着要征地，甚至应急工程也好，实在是拢无得烧。我常常去河川局遐间拜托，第一句话拢甲我讲：委员，我唔是无要做，无钱要哪做？无钱要哪做？干那一条东港溪，一个承德段，甲咱水利署反映，水利署嘛足关心，顺派人来看。地方今仔技术来讲安怎？委员，我的办公室主任咪讲的，伊讲甲委员报告一下，这条承德段。真正需要做大条的钱，咱先为小条的先做，大条的真正无钱。大水哪来？会监工为你先做，才先捞吗？没啦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所以要为头到尾征地，对不对？有一点要落单，那唔知。是啊，所以讲天公伯还在做台。所以如果能赶快，我们就赶快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苦口婆心要提这个所谓的治水条例？但是我实讲啊，讲部长，你实无理由来反对，你知无？无。譬如讲，你要纳入正常公预算。我是讲哈，说我们经济部才很积极的在外面，民进党团在提特别条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编了个预算，做计划书。你编你什么？我跟你讲嘛，也无够啦。你要编你什么？也无够啦。我两年编615亿。嘛，无够啦。
我当然，你讲诶，人我登记来看。所以关键要做诶，就是讲，回到公预算，但是你发挥公预算，你怎么去纳入地方县政府？你不要乱好地方政府啦。赶快有拨走款的红线来处理。拨走款红线，我跟你讲诶。但是如果中央能赶快去做处理，不一定爱中央怪讲，每一个人认定不同呢，对不对？每个认定不一样呢。真正讲诶，像进屏东的爱寮溪、老龙溪、高平溪、东港溪、大寮溪，你敢知进过偌济所在爱未做好？每一边来了哦。百姓干那嘞，莫得小我拜托的好忙去落啊啦！第一个惊做水灾，紧嘞紧从客厅的物件讲先搬去二楼，二楼即马也搬袂起哩啊嘞！一边的水灾损失，紧啊落雨，大家就着成惊。好，我现在问一下，特别条例难道没有好处吗？我先问一下，在91年到94年，中央政府基隆河整治计划是不是用特别预算？那是用特别预算。对，有好无？一条鸡人溪，一条鸡人河，300几个甲做诶，有好无？有好。好，这个就是特别条例的用处嘛，但对不对？有它的期限嘛。对，所以如果能短时间，你若像安尼分年用鸡人河，咁真正有在条遐紧处理。但被你做一个阶段，就回归公预算，不，回归归回归嘛。这个其实我认为不冲突。简单讲，我今日是希望讲，咱治水嘅工课会当加较侪钱。其他的忙我白开啦，这点我百分之百同意。对哇，所以你不应该讲特别前个在讲的嘛，讲啊，这个回入公布预公预算的话，公部门预算，我们明哥这个物件，经济部的做法都对不对？报告目前在走嘛，是啊，所以我希望是讲，也让我们这个特别预算，把它另外用一个预算来支出，让我们水利署开好做代志嘛。你敢知因伫第一线偌艰苦，真正有够艰苦的，包含着他单边门馆长讲，伊这位馆长，我落伫地方。做管道真忝，建来就好。阮唔是要爱顺地方咧，无法度过。了解，无法度过，干那往聊也聊袂过，开车也开袂过，百姓来甲你叫，所以员啊，是安那？我只做水灾你无来，我讲我唔是要爱伊啊，我惊袂过啊。但是做水灾唔是一件尔咧，唔是一件尔咧，建来雨落来，迄是真正，阮干那嘛，阮真正嘛唔知要哪，目睭金金人上吊，对不？何况吴敦义，我们的副总统讲啊，台湾是他的。他热爱台湾这块土地，如果治水的工作做不好，他愧对台湾人民。如果治水的工作做不好，愧对台湾人民。所以我今天要记得，我记得吴总统在当院长讲过一句话：治水是重中之重、啊。对啊，如果治水做不好，他会良心不安呢。所以这个是多少急迫，一遍追灾，咱台湾人民爱了偌济灾难。坦率讲诶，咱伫遮。趁一嘴饭人食，剩咧是啥？除了食饭，开销以外，剩咧就是累积财富嘛。应该足积极的，就是讲吼。但是我要跟你讲的说，这个根本没有冲突嘛。部长，这是心态问题，我觉得认为没有冲突。你要我甚至我跟你讲，你公部门你甲编嘛，甚至我嘛希望佮编特别预算嘛。为什么？你得爱尽力去争取，因为治水的工作实在是太重要，太重要。一个，比如讲啦，马英九总统啦，一个游泳池啦，有你知道开多少钱？啊，我唔知道，你唔知啊？干那一个游泳池，他的一句话而已，他喜好而已，涌起来，你敢不知爱开偌济钱？哈、啊，规个游泳池安尼开偌济钱？这面我未开吗？对不？游泳池要开偌济钱？39亿啦，第一期啦。这钱拿起来做治水干偌好？外公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报出去了，是报103年、108年嘛。我那行政核定的话呢，我每年就有依据，可以继续编预算，现在继续做。部长，目前你我要讲的是，我希望大家另外一个思维就是说，你要编入公部门，我不反对啦，我也赞成啦。但是我更加希望各位当有一条治水条例来倒沙缸，赶快去把这个水患的问题早一天解决，早一天好。因为今日水利署无法度计大动作去做，是啥？碍于钱嘛，对不？如果可以，本来原本8年也好，10年也好，如果可以缩短成4年，安尼唔是叫做好吗？啊，就是急嘛。我讲委员报告哈，当然我们都希望把时程缩短，不过要缩短时程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。对，好，那专业能力的问题啊，当然我相信你绝对做而已，你这大概拢了解。我觉得他们做得去，但是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啦。问水利署成立讲的哈。同仁压力很大，很大。我要搁记一个啦，多马扎压力很大。你敢知老龙溪甲爱寮溪爸爸水灾落来，咱今天收准是干那收伫中游这段呢？山顶遐根本都压袂动。我知，我知着。无在了解，压袂动。大水哪来？我跟你讲，又搁一遍。所以跟咱今不是唔盲讲，大家做偌济工课是尽力。所以我们讲，治水是长期的工课。是啊，既然长期的工课，那我们就要缩短嘛。
我们是意思是缩短，赶快去做每一遍来去讨钱，每一遍来搞水利处反映，伊嘛做爱做，伊嘛做管理做，但是嘛一句话，委员真正无钱啊，要安怎做？应该唔知在调级调级啊，你无钱啊，无钱要安怎做？所以我一定要拜托部长，就是说，今天我们特别提出这个条例，我们是希望说能帮经济部，让你们更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来把我们的治水经费也当给特寡了。你要编入公预算，我嘛无反对，但是除了公预算，你买当公治水条例，你都敢走？因为治水实在太重要，治水重要性，我想我们都对不？但是无钱要哪走？没有，收工干唔干？我头先讲话讲，我们才会编个650亿。连一个东港溪的支流的一个，我讲的东港下坡的一个大牌尔，干那每一边路要干那征地，一个征地安尼尔一挂。你中央政府偌济钱？当迄台湾地方真宽啦，是啊，但是有足济所在，我讲的干那，以屏东来讲，要做的所在实在太济嘛。因为我了过了条大溪嘛，你是估计的呢，我了解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要讲的，钱也较济，唔叫做这工课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这个并没有冲突。我要希望讲部长可以重新用另外一个思维，给较济钱清楚嘛。这底水真啊太重要，总比咧开游泳池啦，比咧开什么全民运动馆还较好啦。我别开，钱也卖我别开，我讲底水来当做好是全民的福利啦，是大家人民所期待的啦。我懂了，好不？我懂了，好，谢谢。